张悦清精炼俱全故宫的书画真品，包括八大山人的东坡曹寅图、石涛的十二副通体、诸道德经、顾真的大字诗等八件。其中石涛的十二副通体画溪流、奇石、芭蕉，最是珍贵。我雪亭精炼收藏的有十件，包括八大山人的长江万里图等。他们在继承故宫五年以后，将捐赠给故宫典藏。